明天3月14号，白色情人节，各饭店迎接情侣到餐厅享受大餐。有业者推出两人用餐就送焗烤龙虾和鲍鱼，又饭店把菜单设计成了情书的样式。粉嫩牛肉撒上香料，让肉质带点香气；送入烤箱，氤氲热气，油花跳起舞，逼出肉香。Q 弹鲍鱼在煎台吱吱作响，再来点奶油，让海味多点滋味。迎接白色情人节，饭店除了端出时事45天乐眼牛排，想和您的恋人你浓我浓，情侣用餐再送您焗烤龙虾和鲍鱼。其实牛排馆的气氛很浪漫，一直是情人很喜欢的一个预定的餐厅。那我们这次针对白色情人节，也推出了任选两个套餐，我们就再送一个海鲜盘，同时我们会献上我们的甜点车，那有各种不同的法式甜点。不止主餐，餐后甜点都要双双对对，让空气都甜甜的。而另一家饭店也搬出好料，对情侣招手。鲜蟹奶油酱汁淋上鲳鱼、大虾、干贝，其他所有装饰都是爱心样式，一看就好有 feel。用餐再送您情人节特调和玫瑰花，甚至连菜单都是情书样式，让您不敢吐露的爱意写给对方听。白色情人节呢，有推出情人节的专属套餐，那不管是美国香煎牛小排的套餐，或是黑肠鲳鱼的套餐，同时我们也赠送就是情人节特调以及玫瑰花。目前来看的话，预定的客数已经超过60客。也有饭店把餐丁打造成秘境花园，就想摘下一朵送给另外一半，浪漫花海搭上造型甜点，不想成为什么特别的人，只想成为特别爱你的人。白色情人节就让您跟阿娜达享受大餐，浪漫一番。记者卢彦如、何仁凯台北采访报道。